我嘅政綱已經印好咗啦。咁我係好歡迎大家可以攞政綱嚟到慢慢睇，而且我哋嘅政綱亦都有網上版嘅。咁啊，希望大家花少少時間去睇下我一啲施政嘅理念。我希望利用今日嘅時間咧，同大家好扼要咁講我嘅政綱重點。我嘅政綱有四個綱領。第一係強化政府嘅治理能力。第二係喺土地同埋房屋供應方面，要係提速、提效同埋提量。第三，要提升香港嘅競爭力，強調持續發展。第四，要建立關愛社會，重視青年發展。各位市民，我參選行政長官，其中一個最大嘅推動力就係我對香港嘅信心。我深信香港經過過去三年嘅困難同埋磨練，會變得更有活力。我哋香港奮發自強，重新出發。香港會係一個安定、穩定嘅社會，會多元、包容、充滿希望。我會帶俾大家一個會做事、做成事嘅政府。我會以誠懇嘅態度，多聆聽、多溝通。我會凝聚社會各界嘅力量，大家團結起嚟，共同解決問題，同為香港開新篇。多謝大家。